陈小姐哦，订狗阿丁，用那个克林奶粉来替狗阿给订狗阿丁。以前花灯买药很贵。第三个就是种豆芽菜，所以小时候有做过这三种东西，其中一种的举手都有啊。啊，你不太知道哈，到现在的小学还是停留在这种阶段。啊，其实它第四种东西是老师比较好才做，我们这种五年级、四年级或是六年级的学生有做过。以前有做 DIY 的飞机，以前是用竹子哦，裹那个棉纸哦，啊，底下有个橡皮筋，啊，用一用它飞起来，不像现在用保丽龙做的，以前要 DIY 做那种，了解吗？所以刚刚讲的这几种东西。